那还是先假设大家不知道我们是谁好了，我们是假文艺青年俱乐部。我们第一首歌曲是EP， 这是艺术品。拿来贩售的艺术品。艺术品没有贩售的话，那只是自己在家娱乐的东西而已。这是拿来贩售的。如果等一下表演完之后你们感兴趣的话，一张150元，不好意思，非常实款，在伟大的艺术品前面讲这种实款的话。那我们第一首歌曲就是自己的声音，谢谢。
谢谢。